我是外国人，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吗？无论身处何地，伟大祖国永远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。25年的飞天经历啊，让我更加坚信梦想的力量。无论年龄多大，能够被祖国需要，就是最幸福的。今天的中国是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，我们要一往无前，顽强拼搏，让明天的中国更美好。祝愿祖国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。